休息一个礼拜，连我也休息一个礼拜，哦，不工作，都是去帮忙神明抬神轿。你看我，哦，这里抬到稍微整肿肿的，哎，对，静起来，嗯，哦，这个就是，而且还要走步，哎，都走这个岛，这个一个礼拜，这个能够抬的话，也是一份荣誉吧？对对对，一般人轮不到，对，你们女生就没办法了。对啊，力气小的也不行，因为我们是王爷，不能女生抬啊，但是我们的妈祖就可以，哦，就有女生在抬神轿，哦，哇，还给你挥挥手。快点！开学。哦，这是鹿角山岭。哦，刚才那个是老外国人。那是印尼的。印尼的，他干嘛？